哎，贾墨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小芳，哎呦，这是什么呀？我刚才在服装店看到这一套衣服，我觉得挺好看的，你穿起来一定很漂亮，我就把它买过来了，送给你。你这是干嘛呀？这个衣服挺贵的，还有我也没有时间穿呀。没关系啊，贵不贵都无所谓，只要你喜欢就好。我觉得不是，我哪里它真的很好看，我哪里有时间穿这个呀？而且你看还有一对耳环，你看 这都是银的，那么贵，你干嘛呀？快去把它退了。不是，小芳，你先穿上，你先穿起来看一下合不合适，合不合适，好不好看？你不喜欢我们再说好不好？你把它穿上，我今天准备想给你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呀？你穿上再说吧。走吧，咱去退了吧。好吧，不，你先把它穿上，好不好？来。不是，我现在还有点事，我现在没空。那你先拿过去吧。啊？你拿着吧。我觉得还是把它退了吧，这个我也没有时间穿。退不了这个。你看我一天天的在上班，我哪里有时间穿呀？退不了这个，买了就退不了的。是吗？对啊，来。好了，你拿着吧，来。这个好美啊。那谢谢。不用客气。你这，你还去忙什么？我还有事。啊，走吧。那怎么走？我陪你走。